大家好，我是情感导师心动，心动恋爱学创始人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如何利用一句话抓住机会，帮你从朋友升级到女朋友。很多人跟女生聊了很久，关系还是不咸不淡，无法升级，找不到突破口，特别是女生对你说了不字，可以直接让你崩溃。下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聊天思维，帮你破解女人的框架，带领话题，让她从对你抗拒到主动接受你。这是一个经典的聊天案例，如何利用下雨打雷让她主动做你的女朋友。女雨还在下，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，大家要明白她的潜台词就是害怕，你们要懂